没事，怎么样？没事，条件答应了，咱们派车来。不能死的，一会儿哥带你走。好，哥带你走。可以的。低头。爸，现在里面的人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歹徒要救义务人员，我去是唯一的机会。 你没有处理过这种场面，你没有经验。我建议还是让有经验的警察进去。现在没有别的办法。韩进说的对，服从领导安排。已经来不及了，你们担心什么？我知道。让我去。局长，医药箱。 准备吧，准备。是。局长，准备好了。 夹层里有把手枪，进去见机行事，保护好人质。 蹲下，蹲下。我看见他自己被包扎了，他血流的很多。 局长，后面联系好了。